我太太也是real woman， 因为我们都刚刚去过台湾一出道的，所以对，太太好厉害。然后我儿子他是 real Taiwanese， 我儿子他是台湾人，所以我真的对台湾我的感觉真的很大。如果你听过我的音乐，你知道我人是台湾，玉山、七兰山、曼谷大山到澎湖、金门、绿岛、兰屿，所以我知道台湾的海岸的地方大部分有发展，有路有车。大部分台湾的大自然没有很健康，所以我真的怕台湾的大雨，我怕我小孩的未来。一些人觉得海边的生态系统就是一个东西，然后山上的生态系统就是其他的生态系统，不是，在这边的地方就是一个生态系统，然后你开路就是用道一样的，就是用道，这边是山上，这边海边就是开路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真的怕我们可不可以保护台湾的最后的不可小视的海角乐园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台湾政府说我们需要开路，谁需要开路？谁？人类吗？动物需要吗？我们有没有问过螃蟹、海龟？有没有问过？没有。他们需要我们不可以开路，他们需要健康的大自然，小孩子，台湾的小孩子需要。所以我真的觉得，如果台湾政府真的爱台湾的小孩子，真的爱台湾，我们一定保海安南一古道。谢谢大家。